练习瑜伽体式的七个诀。瑜伽体式最多一坐姿开髋为先，髋部腹股各部位是躯干与腿相连接的部位，可以使你的躯干和腿能向前后及侧面自助运动，可以说是全身承上启下的部位。所以开髋不仅在坐姿中处于首要地位，两站姿建立根基，在站姿中主要是要建立根基。三前屈创造空间，前屈类的体式一定要创造躯干前侧的空间。四后弯打开心胸，后弯要从胸椎处开始伸展，而不是腰椎。若做完后弯体式后腰感觉疼，说明你这个体式做错了，胸腔没有打开，而腰椎带长了。五侧屈侧腰等长，侧屈类的体式一定要注意两侧腰的等长伸展。在主要被认可的瑜伽流派中，六扭转骨盆中立，扭转体式一定要注意骨盆的中立位置，骨盆不能跟着扭转，尤其是站姿扭转中，只有稳定骨盆这个根基后才可扭转，加强骨盆的稳定也是加强核心的稳定性。七倒立信心支撑，倒立类体式的重点不是技巧，如果把这28个字的要点再浓缩一下，就是六个字：根基、空间和专注。除了掌握了这几点要诀，练习时还要注意以下方面：一、适度适量，做体式时不应伸展过度，但也不要伸展不足。在某一体式如果你只能保持10秒，就不要硬撑到15秒，也不要只保持5秒。二、有始有终，放慢节奏。大多数人做完了体式不放松，就匆匆忙忙进入下一个体位，只付出而没有收获，事倍功半。专注过程不断调整。四、培养肌肤的敏锐力，皮肤的每个毛孔都可以作为内心的眼睛，没有皮肤的直觉，体式是索然无味的。让醒觉的意识渗透于身体的所有外层，以及将醒觉的意识带到全身，唤醒皮肤的直觉，保持平顺自然的伸展。六、整体意识，做体式时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闲置，任何部分都不应该忽视，呼吸、意识、动作三者要协调统一。如果你掌握了这28字要诀，并且在练习时时刻提醒自己把这几点注意事项变成自己的习惯，那么你练好自己的瑜伽就是早晚的事了。瑜伽网621直播互动我们中奖了，国际瑜伽日过去一周了，还记得上周四的瑜伽网621直播活动吗？当时在互动里中奖的小伙伴们已经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在晒他们的奖品了，再次恭喜621直播互动中奖的干人，没有被抽中的干人也不要灰心。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